这集 Vlog 是黄石公园。黄石公园是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，最有名的是奇特的间歇泉、各种地热地形和非常多的野生动物。我们来到 Norris Geyser Basin， 就是冒烟的地热。对，我刚讲解对吗？的热水在冒烟。哦，是东京的 Vehicle Glass and Paint。哦，这有桌布感哦，用桌布。不知道这气泡主要是它滚还是？我觉得是蹦蹦蹦。沿着这个步道可以一路走进 Geyser 里面。他说不同颜色是他们喜欢不同的温度，所以叫不同颜色。然后想要靠很近而已。靠很近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感受它的气。那你现在不就在感受了？你现在要很近啊，就是就像放在滚水上，然后泡泡。没人啊，我们现在要去前面那边冒很多烟的地方。这边是喷最高的，喷水。对，300feet就是30层。上面会写那个。马赛金的。对啊。哇。哇，喷水喷了。哇哇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，还有谁喜欢喷啊？这个间歇泉在我们到的2天前刚喷发，喷了91公尺左右的高度。Artist Point 可以欣赏黄石公园的峡谷地形，据说是以前有画家在这里写生，所以叫这个名字。现在在 hiking 走一小段路，因为发现比较熊，好像太早进来了，时间很多。可恶，就会拍到这个树。Artist Point 继续往下走，就可以俯瞰峡谷地形。哈，居高症。白神，我看我看你的白神，就完全不是我最擅长的。我这有一个没有炸到的，白神热狗，冰冰的，你知道录音还讲话？哦，好舒服，买到哎，嗯，如何？差不多，就是一个热狗吗？热狗的，对吧？就是一个热狗。有不同的味道吗？有芥末跟酸黄瓜味道。个人热狗其实都吃不出来。对啊，好像比较硬一点。黄石湖 Yellowstone Lake。 来了，下来有瀑布吗？哎呦，好沙哦。继续往前走，目的地是一个观景点 Storm Point。 我们现在在 Storm Point， 后面是黄石湖 Yellowstone Lake。 这里可以270度环视黄石湖，非常漂亮。我们来到泥火山，在泥火山旁边 ，Bison。哦，甩尾巴。泥火山隔壁是一个很像龙怒吼的温泉。从这边看蛮好看的，蛮恐怖的，对吧？真的有威吓感，可是也好像干掉了，上面不知道有没有更漂亮。My Mount Hot Springs 是石灰岩地形加热温泉形成的梯形景观。你今天来得好呆哦。小熊，小熊爬。还有食物链吗？你怎么过这么慢？哎、欸，被车挡住了。在那边，你怎么过这么慢？打架了，打架了。哦。哎呀，好脏哦，车窗。可恶，脏爆，脏爆。我们现在来到 Old Faithful， 要等它喷发。预测是10:10，但是现在已经快15分嘞。对，误差什么？20分钟啊，没有误差蛮大的，我50就是间隔可能50到1个半小时。哇，它可以滞空哎、欸！对啊，那只鸟在干嘛、啊？它滞空哎、欸！啊，有水吗？认真吗？有，刚有喷了2次。所以这是一个
全照吗？开喷了！哇，行不行啊？真的吗？你就要开始了吗？有啊，有水啊。可是它没有炸裂啊，又激动又有小水，然后又没东西，唬人。来了，来来来，怎么有点弱？看得到吗？哦，可恶，背景太白了，一坨白色的，对啊，我真的要来一下。但这个烟蛮屌的，这个烟发生什么事？哦，难怪他这边下风啊！已经不知道在拍什么啦。一坨烟，后面是水柱。这个是海水退了，人潮涌散的样子。好，回来看牙医好累啊。我们来到 Western Geyser Basin， 那是一个过滤的点。各位，我不知道看什么东西。这个湖是 Yellowstone Lake， 湖的旁边就是间歇泉。死虫，虫为什么会死在里面呢？蠢啊，想听那个蓝的水。对啊，好蓝哦！但反而看不到下面彩色。嗯 ，Abyss Pool 是黄石公园内最深的温泉池，有16公尺深。嗯，蛮好吃的。开爬这个 trail。开爬。小心熊啊！没办法，太高了，这屁股上去啊！哎，换我了，你要帮我拿吗？然后拍我，男生都会很吵，是吧 ？Hello， 没有要前面，我忘记。就只有一条路吧，那个不是路吧？重点就是往上，这是个效率 trail， 往上就对了。走过一个小门，秃的树，有种冒险感。山上有雪，光秃秃一片，土拨鼠吧，还是松鼠，蛮肥的，蛮像土拨鼠的。哦，哎，拍得好清楚哦，肥肥土拨鼠，冲冲冲！冲到你了，累死了。下面好陡啊，超怕，会腿软。哎，哦，喘死。哎，这样拍其实很漂亮，看到后面。这囧人啊，爬到一个平坦的地方。哦，到了吗？还没。用那个。快一点！太烂了。哇哈哈！哎，好强啊，强爆了！10400 feet high， 可以这样有一个荒原感哎，不错。自拍爬山。准备攻顶喽！最后的一小段路，两旁都是湖，哇，会怕呢。嘿，熊，到了，小熊，小熊 ending。下山中快要到了，很陡，所以会怕，脚很酸。我们在前往大冷静 overlook 的路上。宽，
我就出来，他觉得那个 iPhone 的两倍其实真的超好用的。哎，有拍到吗？有。这样。哦。咦。我们来近距离看大棱镜。这个瀑布是旁边温泉的热水流到了溪水里面。太平了啦。哦。那应该还是看到一点。哎，真的是要从那边看比较好。你就会觉得它很大，但其实离蛮远的。两颗太阳。